女優の竹内優子さんが東京渋谷区の自宅で意識不明の状態で見つかり、搬送先の病院で死亡が確認されました。自殺の可能性があり、警視庁が慎重に死因を調べています。現在悩みを抱えている方は、心の健康相談統一ダイヤルや命の電話などにご相談ください。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ページにも案内が掲載されています。心の健康相談統一ダイヤル 0570-064-556、 命の電話 0570-783-556 です。好，大家好，我是九老侯。那我们来看一个三清的新闻。主席とは今後も首脳間を含むハイレベル。好，来看一下第一句哈。九优呢？哦，好，这个女优就是女演员哦。那女的话是念哦九哦。右的话是念 U、哦、所以是九 U。好，九 U 呢？好，主内主念 Take， 哦，内念 Uji， 所以什么 Take Uji？ 哦，接子念 Uko， 所以是 Take Uji Uko。哦，那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日本的电影日剧演员哦，如果常看日剧应该知道这个人。赏的话是尊敬哈、哦，所以女演员叫做主内接子的。这个人，该要是想要的对象，想要是这个人。Tokyo 在东京，西部亚库哦，涩谷叫西部亚哈，区念库，所以在涩谷区。哦，好，这个自宅就自己家哈。好、哦，吉他库で，好、哦、在自己家。Isiki， 好、哦，胡妹，哦，他的意思不清楚。哦，那意识不清楚，就是我们人通常什么时候意识不清楚，就是晕倒。哦，所以这边我就给他翻晕倒。所以意识起糊面呢，就太低。哈，在这个意识不清的状态，就是在这个晕倒的状态。哦，好，好，米兹卡里是。看到哦，所以他被人家看到就是晕倒的状态，在自己家被晕倒被发现哦。好，搬送叫函收哦，搬送就是运送。那你什么 saki 就是什么地方哦，什么 saki 就是什么地方，这是一个三级的句型哦。譬如说旅行的地方哦，哎 ，yokosaki， 我看一下。好 ，Yokosaki 就是旅行的地点哈，旅行的地方。哦 ，OK， 哎，出门的地方哈，要去哪里啊？出门的地方哈，叫什么 ？Desaki。哦，啊，比如说，哎，你出差的地点在哪里哈？哦，啊，出差怎么讲 ？Shuchosaki 哈，出差的一个地点哈，这我就不打了哈。所以什么 Saki 就什么地点，譬如说打工的地点。打工叫アルバイト先哦，どこですか？啊、你在哪里打工哈、哦？打工的地点在哪里？所以这个搬送先哈，就是搬送先，就是他搬运的地点哦。No building day 哦，他搬运的那个地点的那个医院。死亡哦，好，死亡叫死亡。死亡が確認されました哦，他被确认说他死亡了。哦，自殺の可能性があり。哦，他有这个自杀的可能性。哦，他有自杀可能性。好，警视厅哈，如果常看日剧的会常听到什么叫警视厅。哦，警视厅叫 K19。哦。警视厅就是那个地区最大的那个警察的单位，哦，那个，哦，那个要怎么解释？哦，那警视厅的话，那
东京地区最大间的那个警察局，哦，东京地区最大间那一家警察局，哦，欸，在台湾的话什么，哦，台北警察局，哦，欸，台北警就是最大间那一间叫做警视厅，哦 ，OK，KC9，嘎，所以这个是东京这个检查，东京的这个警察局最大间那一间，哦。就总部啦，东京，哦，那个总部的那个检查，警察局，哦，警察局，好，好，慎重哈，哦，慎重很慎重，新秋尼西音，哦，这边都是音读哈，哦，好，所以会新秋尼是副词，很慎重的，西音が調べています哈，那我们说主词做动作，哦，所以这个。日本的警视厅，哦，他会，哦，那我们就翻警方啊，日本警方，哦，会慎重来调查他的死因，哦 ，OK， 哦，有可能是被布置成自杀，有可能是被他杀之后布置成自杀的，所以不能，哦，懂吼，直接说，哦，好，南亚民谣卡卡的的，哦，一路卡达，哦，好，这个南亚民是烦恼。哦，南亚民是烦恼。哦，按，啊，你这个报的话，念卡卡来读哈。卡卡来读是报有什么问题哈？报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卡卡来读是它是报，但是它是，欸，有的意思，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所以南亚民哦，卡卡来得一路卡达哈，所以是有烦恼的人。哦，你心里有烦恼、有痛苦的人，哇哇是强调后面 ，kokoro 是心哈，心里的心哦，所以心 ，kendan 哦嘛 ，kenko 哦，哎看错字了，哦，健康叫 kenko， 那后面的熟单，那个相谈哈，就是商量的意思哦，那商量心理的健康就是那个跟。就是去看心理医生啊，然后跟心理医生聊一下我有什么痛苦那个意思啊，哦，心灵的这个健康咨询，就是哦，跟那个心理医生聊我有什么痛苦之类的那个哦，都一直大一压鲁哈，好，统一就念都一直，哦，统一哦，统一念都一直哈，哦，好。啊，这个达伊亚鲁是那个，哦，我们那个就是那个电话哈，以前那个老的电话没有，哦，以前那个旧的电话哈，有这个电话转盘这个东西，还有这个锁的这个数字的这个转盘，这个东西叫达伊亚鲁，哦，这种数字转盘叫达伊亚鲁哈，那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没看过哈，这个。我今年40岁，我小学的时候家里还有这种哦，后来就没看过了，小学以上很少看到了哦。这电话转盘叫达伊亚鲁哦，还有这保险柜这种哦，这种数字转盘叫达伊亚鲁哈。好，好，我们看一下，那这个哦，手表这个哦，这个叫好，那我们来看回来。所以我就给他翻电话转盘啦，所以什么心理的健康咨询统一电话转盘哦，这个单哦，这个专线哦，叫做0570哦。好，那他零的话是念零的话，日文的话是念レ哦，零的话是念レ哦，这个零是念レ，所以是レゴナナゴあ。0570 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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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哦，这样他这样念呀，命の電話，哦，好，命の電話，哦，命是这个，哦，命，生命，嗯，哦，命，哦，生命，我们就翻生命，所以生命的电话，哦，哦，レゴナナ，レゴナナレ，哦，ナナ八三，
5566など等等的你是对象齁，对这些等等的电话ご相談ください齁，ご相談ください是请你哦，请你哦，我们这个是哦，好，我们看一下哈，哦，哦，哦，汉字ください哈，就请你做什么这样子，哦，那ご相談ください就是请你打这些电话来咨询哈，如果他这边没有写的很那个啦，这是什么？他这边没有写的很直接啦，说悩みを抱えている方哈，就是哎、欸、你有烦恼的人。哦，我们台湾就讲的比较直接的啦，我们就会直接讲说你想自杀的人，哦，这边是写你有日文是写你有烦恼的人，可是有烦恼的很多啊，这边应该是什么？你很痛苦，你想自杀的人，哦，哦，你是对这些电话，ご相談ください，哈，请你去跟这些电话去谈一谈，相談ください，哈，那个相談就是谈一谈，你去跟那些电话聊聊天，谈一谈，哦，就是我们台湾的什么？张老师专线哦，就是哦，就是想要自杀人可以打这个电话去，然后聊一聊心情哦，然后，哎、欸，好，好去。厚生劳动省的 homepage 呢？哈，在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哈。好，那厚生劳动省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好，那我们来给你看一下哈。如果有常常在看日本东西，也会常常听到，欸、什么是厚生劳动省？吼，好，好，这个厚生就是福利的意思啊，吼，厚生就是福利的意思，哦，厚生就是，那你厚生省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什么，我们讲的什么，行政院，哦，什么院，哦。就是台湾的政府里面那个最大的单位叫院嘛，哦，院嘛，对不对？哦，所以厚生省就有点类似我们台湾的什么卫生署啦，管我们国人健康的，哦，管一些疾病的，哦，管医院的，哦，就是厚生省。那劳动省嘞，哈，啊，管劳动的这个，哦，我们台湾叫什么？管劳委会哦，管劳工的。哦，管薪水的，管劳工的，哦，那在我们台湾的话，这是两个机构嘛。那在日本为什么？日本因为好像二十年前还是十几年前哦，他们就是诶、欸、经济走下坡嘛，所以他们把这两个大单位合成一个单位。哦，所以日本有很多是两个大单位了，两个大的部会合成一个单位，这样他们觉得这样可以比较省钱。哦。所以就是，所以在日本叫做厚生劳动省，就是管这个生病的哦，管医院的，跟管这个劳工福利的，好、哦，管一些劳动政策的。homepage 呢 ，homepage 他们的这个网页，哦，呢是在哦，摸也安奈个哦，好，安奈是第一个意思哦，带人家去玩哦，带人家去玩或带路的意思。那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书信的意思哈，还有那个通知公告的意思。哦，那这边的话哈，应该是翻公告哈。看一下 ，K 塞哈 ，K 塞是刊载。哦，那你塞了是被动。哦，他所以他是说这些电话有没有这些自杀的一些什么单位啊，什么电话你可以去咨询的，在厚生劳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这个网页，它也是有刊载这个。安奈是他的通知还是公告哈？那我们去逛一下哈。好，不过我们当然逛是没有用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打到地方，我们不可能打到日本去啊。哎，哦，而且就算你真的会日文，你打到日本去，一分钟十几块，台湾打过去一分钟以前打过一分钟14块。好，我们找一下有没有？好，好有没有？有这边啊，厚生劳动省哈，这个是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这个。homepage 它的这个网页哈，它的网页哦，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哦，福库西开狗哦，这边关于这个福利跟这个开狗照顾的哦，老人照顾的哈，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有自杀对策有没有？哦，好，那你点进来这边就有这个哦一大堆哦，那你这边有个收单马多克吉哦，这是咨询窗口哦，应该可以给他们哦。咨询窗口，
相談先一覧哈，可以跟他谈的那个地方哦，一览哈，哦，有电话、SNS， 还有其他的哦。我们看一下电话有没有这两支哈，我没看过哦，看一下。哦，ここの検討相談統一ダイヤル哈，心理健康咨询统一哦，电话转盘哈，这边有这个号码没有？嘿。欸、我们看还有伊诺吉诺电话、哦、还有这个生命的电话有、哦哦、其实有蛮多支的嘛、哦、其实有很多支、哦欸、可以打、哦、好、欸、那你看看这边还有这个小孩的有没有求救的、哦、好那就是扯远了、哦、那通常日本人为什么日本人跟韩国人这两个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的艺人在自杀嘛，因为日本人跟韩国人的民族性是比较说，尤其日本人他们比较不喜欢麻烦别人，他们不太会把痛苦给讲出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哦、日本人他们的教育就是、哦、就是不要把这个麻烦带给别人，所以他们会自己去承担、哦、所以那其实就是比较逞，就是感觉比较逞强的人哈，就是他有什么痛苦他都不讲的那一种人。然后这一种人心里痛苦，他没有那个没有地方发泄，他就是哎、欸、比较不好啦，比较容易想歪啦哈。那像我这种就是过得很不好，但是我很会靠北，我很会跟人家抱怨的人，反而就是每天就喊自杀的人反而比较不会自杀。那这种每天不会喊自杀的人反而很容易自杀。好，那我们再听一次这一个新闻哈。好，这个新闻好像被我关掉了哈。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来找一下，我们再听一遍啊这一段。好像找不到了哦，那没关系，那就上到这里。好，